欢迎收看《顽童周报》。每次有新消息就被酸化质的模糊猎人，总算不负众望，在任天堂新主机 Switch 上推出高画质版。老任终于肯让猎人双眼聚焦，以后狩猎模糊也能看清楚女猎人奋力的模样跟松松蜜大腿。在打扮女猎人的时候也会更有干劲。正当咱家猎人普天同庆，以为人生没有遗憾的时候，才发现居然是准备推出魔猎人 Double Cross 这个已经玩过喽的版本，而非传说中的猛汉武。不过 Switch 版又可以与 3DS 资料引进、跨平台共斗，甚至还有通稳包。啊，果然城里套路深，这个老任这个深操作，就算是旧作还是弄荷包君脱裤掏钱，一个作品赚三波，吓死宝宝。果然到了暑假，就是要头出来赚一波的时间。漫画界休刊之王富坚又出来恢复连载赚钱了。这种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的方案模式，简直堪称漫画界的贩毒一哥。正当大家都上了瘾，这款也只有富坚在卖。当然他老想做就做，想停就停，这种行为简直把读者当提款机用。可是偏偏是这种风格，让大家对他又爱又恨。总之，各位有生之年真的要做好看不完的心理准备，还是请子孙稍踏实一点。全日本最会靠钱的手游公司 Mixi 靠着怪物弹珠在全球赚宝赚满。然而，正所谓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在怪物玩家开始花心、劈腿、离家出走的这种情况下，公司决定放手一搏，推出新游戏《交锋联盟》，而且还大阵仗拍了一支广告。相信看过这支广告的玩家们都有看到满满的黑人问号。不但广告完全看不出游戏长怎样，从头到尾也只有强调莫名的电竞感。玩游戏没看到就想搞电竞，就跟女友没到手就说想打炮龙一样，是你疯了吧？暗黑破坏神三最新旧职业死灵法师即将要登场了。玩家都知道，暗黑三是一款只要花一次钱就可以享受无限改版内容、无限回国竞赛、无限重刷秘境的大无限游戏。但由于不少玩家抱怨游戏一成不变，现在暴雪决定打破僵局，做出改变，让你丫的酸民闭嘴，推出全新旧职业死灵法师，让拥有亡灵之力的他进入无限轮回道，展开刷宝轮回。暗黑三死灵崛起即将在下半年登场，全新旧玩法你一定没有体验过哦。掌握全球87%最环保游戏伺服器的 Ubisoft 日前居然更改用了14年的蓝色圈圈 logo， 换成了充满遐想的黑白 logo。网友分析，这是为了更加符合它绿色企业的形象，于是将原本充满科技金属感的 logo 换成了有机肥料的版本。但从网友的分析图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 logo 它就是一坨冰淇淋啊，这才是粪呢，不要起争议啦。玩到周报，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